买狗找二狗，病狗靠边走。你看这个哥的打情骂俏的，我说老天我要命了吧你啊，老色批，老流氓，老流氓，哎，调戏小姐姐你，哇天哪，哎，看看小姐姐戴的啥，这是啥国小姐姐啊？这是啥？豪国是锦帽呗？厉害了，那这个是啥国小姐姐啊？这是泰国，厉害了啊！像这两条狗得几个钱啊？500。可以，这小姐姐，哎呀，哄的不带无言的，怪不得她挑心情，我的老天哥，哄的不带无言的，你别改脸，你改脸咋治了？我老天哥，让大家看一看你，几毛，这是拉布拉多不嘞？这是拉布拉多，厉害了，这下边咱这下边，哟，那下边这不是藏獒？下边不得是藏獒？是不是逢仙第一硬给第二硬嘛？我老天王，这带了个这是个啥？啊，这是啥国？啊，啥国？看你啥国？我是啥国？我看你是啥国嘞？我看我是啥国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啊？稀里糊稀里八怪的，我老天王，说他是发牛包，看这嘴挺长，耳朵还不在，说他是牛家的八哥吗？你八哥也不长这个样呀，这啥国第一啊？哎呀，你把他是个公狗啊，还是跟你一样的是个小母狗？哎，这是个小母狗跟你一样的呀，又带了小串串红人了，又带了小串串红人了，这是啥？这是个，就是个小笨狗，可能看他一下屁股一趴，我现在在家，我跟你家打个电话，肥嘟嘟的啊，还挺可爱的，肥嘟嘟的，这是啥？是不像串的，小串的，快说实话，这到底是什么锅？啊？不认了？哦，这也喂不红的啦！你看看这边这个小姐姐，带了一瓶矿泉水，是吧？好不好喝？哎呦，带了一窝小柯基，三色的，脸开的太偏了，脸开的太偏了，你看。屁股上有花，不是特别的好。这有一只长毛的，哎呦，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这一只还挺漂亮的，你看，大开脸，正脸，大围脖，但是背上有一点点长毛，耳朵有点挂白，不是特别的好。纯种小柯基啊，这个是错不了的，就是长得一般嘛，一般以上。这个漂亮，这只漂亮，哎呀，你看它的蜜桃臀。你看他的蜜桃臀，又肥又大大的，哎呀，弄得身上有点湿漉漉的，有点丑，打理一下就漂亮，缺功夫这个小狗，不显得水灵，不显得水灵啊！你看，搞得有点脏，不过总体来讲，这一只挺漂亮。哎，像这种得几个豆豆啊，大爷，几个豆？多少钱？啥价？啊？600，600啥？我老天，这样的要600块钱，这一窝600呗，一个，哎呀，买不了，蜜桃臀这么大，这个漂亮，这个还细，这个长毛的吧，夏天天热，长毛的感觉有点多涌出的感觉，毛太厚了，不过这个皮相整体来讲还不错，大正开脸，三筒大围脖，带一点点宝石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样挂背了，耳朵挂背有点死磕，然后这个背上挂背有点死磕，那他的屁股你不要问了，更大哦，肥不肥啊？肥嘟嘟的。那这一种呢？这个三色的呢？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这个漂亮，400，这个漂亮，这一只开脸正，带宝石大围脖，身上也是全到位。这一只不错，但是好像屁股没有那么大，不如双色的大。一扭一扭的，它的肥臀漂亮啊，耳朵立的也挺好的。这窝狗整体来讲缺功夫，这窝狗缺功夫缺大了。哦，没功夫是吧？
好好的养，再养一星期，驱驱虫，体内外给它驱驱虫，再驱还有，再驱，毛腿拆了还得驱驱虫，胃里那个油光放亮了，这一窝狗能卖个好价，长得总体来讲不错。